收到传输信号。上尉，斯丢克夫中将把你在布莱克西斯星球的完美突围告诉我。我必须称赞你在我们的战役开始时就拿下了一场如此决定性的胜利。我们的战术小队已经解码了帝国的数据连接，进入了明斯克最机密的文件，但是我们的工作尚未完成。我们已经确定了戴拉里安船坞的位置，这些船坞是帝国的燃料补给站和维修厂，目前里面停靠着不少还能使用的战略巡航舰。为了确保我们在这个星区的绝对优势，你必须去攻击船坞，尽可能地窃取这些战舰。各位，我建议你们在这次任务中必须极度小心。帝国指挥官可以在16个标准时内对边缘基地派出增援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，梅斯克皇帝很快会采取报复行动。辩解者，我建议你在提到上尉和我的时候，稍微注意一下军衔。杜然中尉，听明白了吗？遵命，上将。你有点倚老卖老啊，吉拉德。给这小子一点赞赏吧，他刚刚提醒了我们可能会遭受猛烈攻击。无论他的建议有多大用处，阿莱克西，在我眼里他始终是个叛徒。你知道我最容忍不了的就是叛徒。随便你吧，吉拉德。上尉，等你准备完毕就可以开始行动了。在控制了敌人的战略巡航舰之后，就要做好准备迎接帝国的增援部队了。上尉，在你的部队着陆以后，你必须护送我们的驾驶员到战略巡航舰那里去，他们会接管这些战舰，为我们所用。好了，队员们，听好了，每支小队都有一个医疗兵来给你们疗伤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就可以鲁莽行事，冷静一点，把任务完成吧。什么事啊？有人呼叫我吗？马上办。我想干点什么。我们得走了。战略巡航舰准备落地。哪儿疼？马上就来。马上办。哪儿疼？我在工作。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上上上。遵命。嗨，你好。遵命。好的。遵命。待命中。啊，没错。我们得走了。战略巡航舰出色无比。上上上。你们怎么样？好的。放心吧。有人呼叫我吗？战略巡航舰准备完毕。需要医疗救助吗？幽灵报告，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，正在前往。我听见了，我马上去办。正在前往，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，正在前往。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，我听见了，正在前往。我听见了，我马上去办。幽灵报告。有人呼叫我吗？长官，请允许我用炫光弹阵亡那辆坦克。什么情况？马上就来。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什么情况？下命令吗？他们不会这样。你好。嗨，你好。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你们
怎么样？好的。有人呼叫我吗？什么情况？什么事啊？遵命。有人呼叫我吗？马上办。什么情况？幽灵装甲战林巡航舰准备完毕，他们不会知道自己。你们怎么样？我这就去。我在这里。你们怎么样？需要医疗救助吗？马上就来。我在工作。林巡航舰准备。什么情况？我在工作。你们怎么样？我这就去。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。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什么情况？有人呼叫我吗？马上就来，马上办。哪儿疼？你好，放心吧。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我在工作。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。核弹发射仅已确保，我们有四颗核弹准备就绪，等候你的指示。请讲。你好，我这就去。请讲。太康终于来了。指挥官，幽灵报道，我马上去办。我听见了，正在前往。系统运转正常。我在这里，正在前往。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我在这里，终于来了。哪儿疼？马上就来。有人呼叫我吗？什么情况？马上就来。马上办。什么情况？马上办。下命令吧。我听见了。侦测到赛图的聚变打击。我在这里。我听见了。我马上去办。我听见了。我马上去办。侦测到赛图的聚变打击。幽灵报道。我马上去办。我听见了，正在前往。我马上去办。我想干点什么。下命令吧。我马上去办。我听见了。他们不会知道自己听见了。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遵命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我在这里。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，通讯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。有人呼叫我吗？下命令吧，我听见了，正在前往。我在这里，我听见了，我马上去办。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我马上去办。侦测到赛图的聚变打击。请讲，太康，目标已指定。收到，总部。需要医疗救助吗？幽灵报道。频道已打开。我在这里。频道已打开。系统运转正常。请讲，太康。我在这里。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导航通讯已锁定，确认。导航通讯已锁定。待命中。请讲，太康。通讯器就位。什么事啊？好的。幽灵报道。指挥官。上上上！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。你们怎么样？好的。嗨，你好。好的。
巡航舰准备完毕。战列巡航舰准备完毕。小心，我敌人来了。我在这里，正在前往。哪儿疼？我们得尽快摆脱这种封锁。医疗兵，恢复我们。准备就绪。有人呼叫我吗？我在工作。有人呼叫我吗？什么情况？嗨，你好。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快点。没问题。很乐意这么做，长官。目的地是。快点。下命令吧，我马上去办。我听见了，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我马上去办。我听见了。幽灵报道，我听见了。他们不会知道。有人呼叫我吗？待命状。下命令吧，幽灵报道，我马上去办。我听见了，终于来了，正在前往。有人呼叫我吗？幽灵报道，我听见了，我马上去办。下命令吧，我在这里，正在前往。哪儿疼？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我在这里。请讲一下你的急症类型。哪儿疼？是长官。你们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这就去。是长官，正在进行。嗨，你好。战略巡航舰没问题。目的地是。终于来了。目的地是。没问题。幽灵报道。指明目标。没问题。正在进行。终于来了，我马上去办。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正在前往。哪儿疼？我在工作，马上就来。幽灵报道，我马上去办。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我马上去办。幽灵报道，我在这里。正在前往。终于来了，我在这里。终于来了，我马上去办。我听见了。正在前往，我马上去办。我听见了。
有人呼叫我吗？准备就绪，随时出发。终于来了，幽灵报道，正在前往。我听见了，马上去办。我在这里，我马上去办。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好的。请讲一下你的急诊类型。好的。需要医疗救助吗？马上办。指挥官，我们得走了。什么事啊？需要医疗救助吗？我想干点什么。你好，遵命。战略巡航舰准备完毕。我们发现一支大型帝国舰队出现在你附近。啊，这肯定就是不然主位警告过我们的增援部队了。上尉，准备好我们刚获得的战舰，跟这些入侵者决战吧。你好，指挥官。交火。就这么办。别着急。收到通讯。你好，指挥官。已打开呼叫频道。所有船员到位。上尉，我们收到来自帝国旗舰诺拉德三号的信号。好吧，我虽然不知道你们都来自哪个定兵组织，但我建议你们退下，马上。我是帝国舰队的埃德蒙·杜克将军。以明斯克皇帝的名义，我命令你们立即无条件放下武器投降。啊，杜克将军，我还以为你的部队会来得更快些呢。你首先得知道，我们代表的可不是你这儿的任何一支乌合之众，而是团结一致的地球联合理事会。地球联合理事会？你是想告诉我你们是大老远从地球跑来的吗？没错，将军。我们是来接管这个星区和这里的居民的，为了人类的大义。等我死了再说，我才不管你们从哪儿来，小子，没人能在我眼皮底下颠覆泰伦帝国。所有单位自由开火。收到通讯。交火。收到通讯。收到通讯。